这个建筑呢是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皇后啊女王，原因就是英国人的殖民地，当时英国人他们这边统治的时候呢，维多利亚也是1876年到1901年，他是我们印度的女王。那这个建筑呢是他亡政之后5年之后就开始敲之如石，他就开始建这个建筑。